哎，行了，歇会儿啊，嫂子。哎，加油。姑娘，我加油。没油了。这不写着今日有油呢吗？九二的。行，那你慢点开啊。没油了，只有九五的，加吗？要加我给你加。啊，九五的加。啊？前面3公里有九二的，您加去吧。哎，姑娘，别走，别走。哎，嫂子推一下。啊？姑娘，我这车呀，一点油都没有了，要不这样，先给我加10块钱的。多少钱？10块。大哥，送您一箱啊。真的？刚才那车是宾利，您认识吧？您要开那车呀，我就送您一箱油。20。不咋了？嫌少啊？21。哎呀，我说的。我，你还认识吧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九二没到呢。九五的也行啊。你不是说能给我免费加吗？我说话你听不明白是吗？你不也得开豪车我才能给你加吗？那加吧。这，我赶时间。